哎呦妈妈，市场贼萧条，就这儿多呀人。这是肉。啊。对对，把这块饺子，那这一块全饺子是吧？对对对，回家就给那条搁水龙头上吃够了，一撸就出就得了，炒小辣椒。这腰牌多少钱呀？腰牌今天特价都14了啊。肘子呢？肘子12。你这块鸡骨多少钱呢？那排骨22啊，鸡骨。这块汤你搅完那个，给我搅这个啊。好嘞，马上。后秋吧，那是不是？前条。排骨咋卖的？前条22。便宜，啥都便宜。好了，扒底儿这块必须都有血，没有血那证明是好了扒底儿啊。你别打去吧。你不绞馅儿啊？绞馅儿啊。等会儿一会儿我切千刀来，那边还有块千刀。那边还有块千刀，那边。没给呢。没有。还有156。没事了，可能我就上当。收钱，绞馅儿，钱收钱。就那么一圈，柚子就得差不多。50块钱的。哎呦，这些人都买肉了，肉便宜了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奋斗蓉姐。今天听说早市开了，我来看看情况。昨天通知哈尔滨的早夜市都可以恢复营业了，这以前中间是都可以摆摊的，现在是一份没有。咱看一眼这水萝卜，哎，这小萝卜挺好，多少钱一斤？1块啊，1块钱啊，就这点了。虾仁我是便宜不了，虾仁就挣3块钱，便宜不了。山楂不行，山楂多少钱呢？5块钱，给我来1斤，1斤就行。现在是早上的8:10，这是道外的一个早市，今天头一天，人不是很多，看看都没有人买呀，摊位都没有人。哈尔滨的冬天啊，也真的没有什么卖的，都伸出手来马上就冻手指尖儿，啥啥都不太好卖。明天就降温了，1.5块。刚才那个老板说明天人家也不出了，明天就急剧降温了，晚上都20多度了。好多卖菜的老板也说不出了，就今天这一天卖完就拉倒了。好了，我这也是出不了，一份用的都没有，出也白搭，还都挣不出费用钱了。多少钱一斤啊？2.5块。那你给我来2斤吧。好吃不呀？甜不甜呢？甜了。明天老是没人了。对，一等就没人。是。多少钱一斤呢？2.5块，8.5块钱。多少钱呢，小尖尖？刚才一收1.5块，就剩这一个菜了，你家？就剩一样了。行，不出了。不，明天更了。茄子、黄瓜啥都卖没了，刚才都。啊，来3块钱，来5块钱的。来3块钱的吧。一样出了就没事了。没事，完冷了，明天可冷可冷的了。哎，你这又厉害了。明天可冷可冷了，明天。冷冷我这多少钱？3块钱的。嗯。刀鱼14、16的。大点的16，小点的14。这样的3块呀，行。好的，嗯，来2个吧。早市的菜吧不贵啊，也不贵。这尖椒才1.5块，这个橘子是2块钱的，这些萝卜才1块钱一斤，那我包了了，这些是4块钱。这个山楂也5块钱一斤，地瓜2.5块，这些一共是花了27块钱，够吃一阵子的了。超市还是比较密闭，早市它不是空旷，大家出门啊还是得注意防护啊，毕竟冬天天冷本来就容易，别说再加上现在有这个新冠了，大家还是注意点。朋友们，拜拜，明天见，注意防护哦。